哎呦我的妈！怕个！哎，摔了一跤了。这地他难得佛，喂，没。尿起来给他带了，拉没？还没？你听见哈？嗯？你听见哈？嗯嗯。那你们带？有。嗯。今晚的野菜啊，这里有一条亮鱼，这是什么鱼？一条亮亮的多条，喂喂，条有咩海虎咩？知道，奶牛。喂，奶牛。哦，这是虾虎。猫。虾虎。今晚上第一条鱼哦。等会儿。哦，这一条，哎呦，大条来了。没有了，木马大了一条。咁一坑先咪得貨喎，先。你想換邊啊？這裡還是很多那個白銀金絲。你也不得拉人呢。这个田螺刚好可以吃的。这个田螺是石螺。石螺。田螺。这个好多呢。啊，得货啊，咩？一年的代价。全部都。不拉的。真。你看看你这什么鱼？不要啊！哎呀，天哪！天哪！可能钓没着，我个钓没还有啊！我这还钓。这条后面还洗拉粉啊，这里有一条是吧？还有，腹脚哎，你，跑了这条，来下点。但二佬钓边度有呢啲油？哇！这条是什么鱼？好大一条！哎呦！哎呦！昂啊！没来！我加个皮，我加个皮。来。咁点样入来？我怕佢有啲插啊。昂嘅嘢，哦，真系靓，同人手脚，唔好捏手脚，脚声，见入得意个，冇那么得。我会捞脚来，我会摸来呀，我会摸来呀，我会摸，我会摸来呀，好，我来，等我倒个洗刷得来。这条是上塔，哇，这条鱼好漂亮，真的好漂亮，我抓上来了，上塔，今晚第二条鱼，
trở lên một lỗ mỏng tôi là bảo là ta bắt thiếu đại thiếu đó là nó mà đại thiếu chứ ngốc rồi. Đó mâu trông là chân rồi. Kinh nhớ thiểu rồi.是上铺什么鱼这不知道叫什么这是这个是什么鬼东西这个它会动我得把我的蛋糕这种风味吧公鱼也上来了，真的上来了，公鱼上来了。哎呀，佮平常咩好啊？想想我草地啊，见到伊落来啊。他呢条鱼好，应该哪个红啊？金黄系。咪有颜色啊？掉掉掉掉掉掉，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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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这里有一条，不过这条小很多。看一下这个，哎，走了走了走了走，走了。乌鸦，好多钱啊！给你装嘛，要是。我玩到了，肯定很难找，找不到。不行啊！多啊！这个好像蛇，还没动来。哇，那么大一个！哎呦，这好亮哦！我靠，这个虾真的是漂亮！哎呦，这个虾真的漂亮啊，太漂亮了！这个虾，我不要搞跑了，哥哥！哇，真的没见过那么大的黑壳虾，我的天啊！哇，这个虾太恐怖了！哎哎。喂喂喂喂喂喂，哥哥！哎，好、哦、啊、哦，这个虾太漂亮了，这个虾，哇，黑金刚，在广州买，可能要15块钱一个呢。哎呦，这个虾真的漂亮。这个龙江螃蟹好吃，臭干了。龙江。哎、真的我第一次见咁大只个，啊，这虾好不要啊，要不要？都会把这个虾吃了，哇，这个黑壳虾真的，你们看一下，够不够大？应该有3公分左右，到这里，到我的手指这里，
看一下冲的还是母的，如果有抱卵的话就好。母的好像是母的，是有抱卵，有抱卵、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好，再打多点血，等一下缺氧死了。来来一只母冲的了，哇，今晚这个虾都值几十块了。这里上不去了，慢点慢点，看一下有没有活虾。哎，那么给它五个，其实我今晚是想说一颗，哎对，哎呦没完，让它挺，它小一条了，真的。这什么？不要了，这种鱼。主要是虾，这什么鱼？这什么鱼？嗯，这也是那种。哎，这个这个。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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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牛了！哎，罗里捞干面，溜溜的，哎，我又丢了。要偷咧跳啊！屌，跳识喐个冇顶赢啊！持续跳阔咗呀，呢啲阔咗，阔咗有花纹条件靓嘅咯。我这什么随便捞都捞得到，这也是虾哦。这个有点红纹身的，有红斑。嗯，放了，这种吃肉的养不了。放进缸里的话，虾虎会把你的虾都给吃掉。哇、哦，这个关机啊，怪不得，是平衡不了了。嗯，没电了。别动，别动，别动！这里有个黑壳，等一下，等一下，我来。这里好大一个黑壳虾，哇靠！这里的黑壳虾真的是太大了。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哇，又是一个大黑壳。啊，你们要的黑壳虾在这里，真的好大一个，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公密码可以回去繁殖。这里又有黑壳虾，哦哟，两米交代你。哇，好大一个黑壳。看到没有，这两斤两眼发光。哎呀，拿着拍摄设备，这个抓不掉、嗯、我来跑出来了。哎呦哎呦，这个是真的爆卵啊，这个真的、嗯、这个是有爆卵啊，这个这个虾真的有爆卵，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母的，爆卵了。OK， 哎，好了，没事。哇，这个是什么品种？我要再找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虾。我的目的就是要虾，鱼我不想要。哇，很可爱，很可爱的。你先闻你，你努力。还没黑。你嘛。系啊，有啲叫红色嘅，好少噶。往日我去抓都得下只。
其实黑壳虾的话，另外一个地方是很多的。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都是一整坨一整坨的，一捞就是几十一百的。不过那里的虾呢，没这里的量，是真的。这里有个红的，红虾，这里有个红虾，看看能不能抓到。嗯，抓到了。这小红色的，嗯，还是来了。哎，我抓了一个红色的，这个比较小。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哎呀，哎，这里的灯光不怎么看得出来它的颜色。哇塞，呜，没事，是真的可以，有点蓝蓝的、红红的。哎呀，咦，哇！多个了，五个了，五个虾。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老板被穷养，这里有一个，哇塞，好多虾，这个，这里，哎，看着它吧，等一下，哎，镜头在哪里呢？这里，这个，啊，两个，这里有两个，这里也有一个，先买多少钱？就这个红皮的，哎妈，这我真担心啊。哇，今天大丰收，这里还有一个，哇，这里的黑壳虾真的是超级大，差不多了，准备收工了，今天晚上大收获。这几个虾在广州买的话估计要过百了，继续再找两个，又回去了，不然等一下杀死了。哎，这里有一个，有大把虾，我看到了，哎呀！还是真的不好抓。嗯 ，OK， 红尾巴，就红尾巴。这里又有一条虾虎，这虾虎，哎，
真的吗？真的。哎呀，他直接跳进笼里了。稍大一点。哦，这河都笼里，笼里人。嗯，都是这个。嗯，天龙。野生了，我们都是野生了。春天来了。这很多东西对吧？哎，你们来吧。大老狗啊，要变，对不能啊，上啊，上啊，那底下是啥工作？哎呀，你这好靓哦，我这青山嘛，穿了。哇，这条鱼，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过来，过来，过来，这是什么？好金嘞！会装泥的吧？空拉一个，这里有几个黑骨虾。妈呀！快买好了，快买好了。看到了，这条鱼不见了。快吧，进来以后。那么大水怎么谁不见了？看他钻哪里了？那么大一个黑龟虾，自投罗网，黑龟虾，给我抓紧抓紧，还有另一个那个，他那个点，那个。哎，这里也有个虾，哎呀，这吃的什么？看把卵了，我的。你给你供那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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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给够了，把它打。这边有个虾，两个，这里。用柴呀，怎么用？啊，这里有个小螃蟹，还有个虾。什么螃蟹？他们也是。这条鱼是找不到，找不到了。
小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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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在这里，等一下，等一下，慢点。这个是七星鱼，找到了。哎呀，这种是应该是雷龙的一种品种吧。乖乖，哎呀，啊，给大家看一下，这鱼也不算大，放缸里养的话还可以的。OK， 收工。终于被我抓到，想跑。收工，收工，收工，今晚就到这里了。真的是太吓人了。好吓人。OK， 非常完美。